这是在淘宝买的东西。买了一堆睡衣，买了灰色的，也买了蓝色的，粉红色的，超多。像这样长袖的，材质还蛮好的，软软的，也没有异味，正常的衣服的味道。然后这个是长裤的，买的是长裤版的。这个是藏青色的，一样，是这个是长裤，然后这一样上衣，然后是长版的，这样。它有分女版跟男版，男版的话就是。的领子这边是尖尖，女版的话是像蝴蝶这样。然后有的我想选男版的，这个我都是选薄的，薄的长袖，因为我觉得台湾比较适合穿薄的长袖。还一件是这个，这一件是洋装，这一件藏青色是洋装。这样子，这个长度在我的膝盖这边，袖子是五分的，五分袖到这边，可算七分嘛，这样七分的，大概是七分吧。好，然后这两套是。短袖的，然后裤子一样是长裤，这个短袖的，颜色看起来很舒服。这件是灰色的，这件是男版的，然后也是长裤，然后短袖这样子，它领子不一样。我拿去洗一下。好，接下来看看其他的，还有买哦，这个是。这个是我现在最近想弄的一些手工艺的一些兴趣，这是布拿刺绣，包装打蛮可爱的，很小巧哦。这些，看漂亮的那个绣线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的，那个要织布这个，
然后它有一些小的，一些可以捆线的，然后这个是可以做记号的吧，然后一些小道具，蛮多的。然后两只针，一个这个装饰用的缎带。这个被压得烂烂的。手机的保护膜买了两种，一个是有护眼蓝光，一个是没有的。它这个里面都有三片，三片的，我都会送一些清洁用的棉片。手机用的转接的，我买的是可以一边可以听耳机，然后一边是可以充电的。这个也是我新的兴趣。是编织的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是钩针的，可以钩一个吐司跟一个蛋，很可爱。无语，它是毛线，结果不是，是一个蛮神奇的材质。想说到时候可以自己编织一些东西。这个也是棉绳，这个是再胖一点的，想说都给他买。我记得是买白色的，这样看起来什么都不像白色，我就看起来都像米黄色。好了，这些东西到时候就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来做编织，这样。Thank you.
开玩笑的话，肚子就特别饿。用上次剩下一半的这个泡菜煎饼，所以我就再做了一次泡菜煎饼当我的晚餐。这次的酱料的话，我是调酱油加果醋，1:1这样。加这种白虾，我觉得比那个虾仁好吃，虾仁味道比较重。今天我把所有的泡菜全部都加进去，所以酸度比较高，好像就不用配那个酱料。我要先来去弄我的那个，研究一下我新的兴趣，看看要怎么，先从哪个开始这样。先来做这个鸡蛋吐司。还有一张简单的教程，简单的，觉得它看起来太可爱了，就买了。嗯，它有一个可以看教程的这里，好，研究好教程，现在来编织。蛮软的。它这个线真的长得很神奇，绵绵的，还蛮好摸的，很胖也很可爱。现在
优格当点心。完成了，像一个吐司一样，背面好可爱，看起来超可爱的。有时间再来做这个荷包蛋，再放上去。我准备要去休息了，睡觉了，晚安。